我叫华晨宇，我会好好唱。听我的，华晨宇，请出发，有请。你好，别紧张啊、哦嗯！今天要选谁当你的主考评委？我今天想选霆锋哥。霆锋哥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上一次在我比赛的时候，霆锋哥之后有单独对我教了我很多东西。哎呦！我没有，我只不要说的好像我私底下跟他有很多交流，我只是记得你在钢琴上的一些节奏上，你可以再控制的有张力一点点。我只是说那么多，我没有偏心，我没偏心。好，听你的。我叫华晨宇，小时候别人找我玩，我会有一点怕，经常来有怕，但我比之前好一点，好很多。之后我很开心，听到了很多我平时听不到的好音乐。我会好好唱，听我的，请听华晨宇为您演唱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。For dream or right for me, but we're so lonely in your company. But I was loving you to a cause dear, remember.原来你站立唱歌是这个范儿啊，好可啊，挺好的啊。霆锋，听你的。今天，英文可以再标准点，
可能是有点用力过度音，所以有一些音还是飘了一点点。不过你歌手有好有很多种，有一些我会买 CD 买光盘买那个音乐回家去听，你我是会买票到现场看哦。所以歌手演员表演者都齐全的时候，陈国师教授华晨宇，来来来，我和汪涵陪你一起走上去。好了，哇，这。